骑着脚踏车跟着好兄弟们骑回台北市的最后一里路。哈林庾澄庆去年接拍实境秀节目，骑着单车环岛上山下海，不但展现好体力，收视率也是相当亮眼。看准哈林骑单车爱运动的健康形象，北市府特别找他来担任广告代言人。只看到哈林顶着30多度的高温，骑着 U-bike 经过公车站。而就这么刚好遇上了西装笔挺正在等公车的市长蒋万安。哈林开心的把车停下，就在公车站开始跟蒋万安聊天，比手画脚的讲得很开心，面部表情就是一个哈林式的夸张表现。是说这天气跟太阳实在太火热，工作人员为了怕两人顶不住，在拍摄空档都准备了小电扇让两人吹吹风。当蒋万安离开之后，哈林继续拍摄其他画面。他从一大早拍到快中午，顶着烈日一直晒，表情控管还都相当到位。直到最后真的快融化嘞，哈林招牌式的奇葩脸才重出江湖。不过瞬间又切回温和模式，只能说他相当敬业。是说哈林除了跟前妻伊能静有一个大儿子之外，跟前主播张嘉欣也育有一子一女，也因此近年来哈林大多留在台湾陪着家人孩子，顾家好爸爸的形象似乎已经完胜过去那位音乐顽童。